什么呢？就是只配露半个脸的。打败你的不是天子，是无邪。恭喜总理战斗首捷。你比一总一点不值得好。训练场紧急采访副军长，时间紧来任务重，连夜就要上军网。哎呦，副军长，副军长，你赶紧闪亮，快登场啊！一、二、来了，三、三、一、二、三，站热烈点，站，站，站，小站，报告首长，下面咱们加练行进间的敬礼训练。是。首长请听口令，一步一动，一，太帅了！哎呦，好干事，你干嘛呢？啊，我给首长拍张训练照。不行，开始啊！首长的动作不达标。什么？李军说的对，今天的考核我没有达标，受到了点名批评，所以必须加班训练。首长，你要练到什么时候？一直练到达标为准。不行啊，首长，那我就来不及了。我还来不及了呢，你看看，再有10天就要大阅兵了。李军，到，继续训练。是。首长，我就拍张照片。好干事，我跟你说了不能拍，首长的动作不标准。首长哪不标准了？首长的手掌不标准，首长的脚掌也不标准。不，到底是首长的手掌不标准呢，还是首长的脚掌不标准呢？首长不光手掌不标准，首长的脚掌也不标准。不是，首长，什么手掌脚掌的？继续来。是。首长，请听口令，正步走，一步一动，一，停。首长，请从来好吗？是。一，停。首长，请从来好吗？是。一，停。首长，请从来好吗？是。一，停。首长不从来好吗？怎么了？卡碟了？啊？怎么就这一句啊？我训练呢。首长有什么问题？提出来，对，当面提出来。我说不出口。你训新兵的时候不说得挺好吗？那训新兵能跟训将军一样吗？有什么不一样啊？我训新兵是这么说的啊，你两个问题，你，首长，你有两个问题。一，脚掌离地面不足25公分。一，脚掌离地面不足25公分。二，劈腿无力砸地无声。二，劈腿无力砸地无声。软绵绵的，软绵绵，像个老太太。你就是个老太太。嗯，还这句啊？还有比这狠的呢。我明白了，李军到。我是副军长，你是个下士，训我的时候你是放不开是吧？是。李军到。脱衣服。脱衣服，咱俩一起脱。这首长，这干啥呀？他当将军，我当士兵。哎，首长，这不合适。有什么不合适的？将军的本质就应该是一名更优秀的士兵。哎呀，不合适。合适？不合适？这多合适啊！首长同志，首长同志，叫你呢。报告，首长同志，请问什么指示？你是首长。是。
首长同志，请问咱们什么时候开始训练呢？你是首长，你是首长。好干事，到，请你一边小心。这，是。下士后印，到。继续训练，是。正步走，一步移动，一，二，停。踢腿生风，砸地有坑。踢腿生风，砸地有坑。一，二，不是啊。是二标准，注意抬头挺胸，抬头挺胸，目视前方，目视前方，半个小时，半个小时，半个小时。报告首长，说首长的动作标准吗？标准了，我可以拍照采访吗？不可以，为什么？好干事，前段时间他的训练成绩非常优秀，这段时间不知道怎么了，严重下滑。这要是不加班加点训练，很有可能被淘汰，你知道吗？不是，你说下士后印到。天安门东西滑角距离是多少？96米。一共要踢多少步？128步。用时多长时间？66秒。你能保证你每一步都踢腿生风吗？我是首长能。你能保证你每一步都砸地有坑吗？首长能。你能保证你每一秒都保持一个兵的样子吗？首长现在不能。继续训练。是。下。行了，李军啊。又怎么了？你拿着鸡毛当令箭了是吧？是的。你分不清大小王了是吧？我是的。你真以为你是将军了是吧？不是的。首长都练了一天了是吧？是的。首长的汗流浃背了是吧？是的。首长口都渴了是吧？不渴。听见没？给首长拿瓶水去。首长说的不渴。我渴了。是，好干事。首长，您休息休息，我采访您一下。好吧，好干事。关于这次训练，我确实有很多的所思所想，都写到这上面了，你自己看吧。是。训练体会，距离大阅兵的日子是越来越近了，我是心急如焚呐！这位侯副军长太让我上火了。首长，又调来一位姓侯的副军长。嗨，弄错了。这不是我的，这是李军的。哎呀，那咱就别念了。哎，既然是写我的，念。是。不知道为啥这几天他的训练成绩一直下滑，踢腿无力，软绵绵的，像个老太太，像个小脚老太太。我看看，他年龄大了，训练跟不上可以理解，但走在天安门前，老百姓不会把他当成将军，只会把他当成一个兵。可他连个兵的基本样子都没达到，那还是个兵吗？你看看，写的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写的到位呀！这好啊，好啊！好干事，啊，战士就是我们的一面镜子。一会儿李军来了以后，你好好采访采访他，看看我这个副军长。在他们战士心目中到底是个什么样子？这服从命令。是，水来了。下士同志，到，喝口水休息一下。是，我来采访采访这位年轻的将军同志。我，就一个问题，在你眼里，副军长到底是个什么样子？自有军人的典范，兵的好样子。采访完毕。但是，采访完毕了，继续采访。可有人说了，他是一名将军，却没有兵的样子。谁说的？谁说的？怎么能这么说呢？说得到位啊！首长，既然你都知道了，那我今天就把我肚子里的话都说出来。我就想听听你的心里话。好，副军长，您说过天安门前的那96米，是咱们军人展现军人担当的96米。咱们的每一个眼神，每一个步伐，都能向全国人民传达我们军人的士气和战斗力。您是将军领队，是整个方队的排头兵。如果你训练不达标，没有走出兵的样子，丢的不是您个人的脸面，丢的是党和人民对咱们这支军队的信任。还有吗？说完了。说完了。痛快了。首长，汗都下来了。其实干出汗的，应该是我呀。
首长，你要这么说，那我这汗没白出。诊断书，哎，那是我的。侯毅，男，55岁，髌骨劳损，膝盖积液。首长，我的伤已经好了，不影响训练了。是。李俊，到。换衣服。是。这再不换呢，指不定一会儿又掏出什么东西来了。首长，您说您都伤成这样了，我训你还训得这么狠，我怎么这么不懂事啊？李军呐，我要谢谢你，是你让我看到了我自身的差距，距离一个兵的差距。我今天的训练没有达到你的训练标准，更没有达到我父亲对我的要求。您父亲？对，他是一位老八路。他跟我说：“儿子，爸爸不如你啊，你当上了副军长，现在是个将军，我最担心的就是怕你变成一个官老爷，身上的官气越来越大，兵味越来越少，这样的将军上了战场就打不了胜仗。”他说，当年他在抗日的队伍里之所以能够打败日本鬼子，那就是因为当年的抗日将军不是官，而是带着战友们冲锋陷阵的勇士。他说，如果今天的将军人人能够如此，人人都是有血性敢拼杀的兵，那我们的军队就可以无往而不胜。就在我参加集训之前，老人家病倒了，病床前的拉着我的手跟我说，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想亲自到天安门广场去看一看胜利日大阅兵啊，让他这个老兵再重新找一找一个兵的感觉。于是我就把他的照片放到了我的胸口，我要带着他一同走过天安门广场。爸，您放心吧，您的儿子不是一个官老爷，您的儿子永远都是一名排头兵。我向您保证，我还有共和国所有的将士们，一旦国家有难，冲锋在前的一定是我们。我们仿佛看到了大阅兵时的情景，三军将士铁骨铮铮，军旗猎猎，战车轰鸣，牢记历史，续写光荣，为了正义，为了人民，为了和平，向着中国梦，向着强军梦，大步前行。领导指挥，党纲政策，作风优良，请党和人民检阅。休假店去了吗？就知道给客户休假店，大过年的还往外面跑。咱家冰箱坏了这么久了，我什么时候能指得上你呀？你看又来了，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，我们公司的员工啊，外地的居多，大过年的给他们放假回家过年了，只能我这个老板冲到劳动第一线了，谁让咱是暖男老板呢？得了吧，你暖男，你有咱家冰箱暖吗？我跟你说，咱家现在取暖基本靠冰箱，里面的鸡蛋啊都快孵出小鸡儿了。正好开个养鸡场。哎呀，别拼了，赶紧修吧，修完还得上咱妈那儿过年呢。哦，对，我得抓紧修，修完呢赶紧走。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过年好！快递小乔走上台，大年三十我取件来，
乔装打扮添喜气，祝愿大家好运来。不说了，我得干活了。谁呀？啊，我还有批衣服要进山区，估计是我叫的快递来了。姐，新春快乐！哎呦，小乔，怎么这身打扮呀？这不让您开门就见财神吗？真有心，要不说啊，你是优秀员工呢。我工作呀必须严谨。来，小乔，快进来。哎，赶紧啊，帮姐把这个打包了，我再进去收拾一下啊。好嘞，姐。什么事儿？这冰箱怎么这动静？是不是坏了？正修着。别！哎呀，你是送快递的啊？穿的像唱大戏的。你是修家电的啊？我看你像张飞变的。哎呀，兄弟，你聊天挺会抓特点呐。怎么大过年也不休息吗？您这不也没休息吗？干咱这服务行业的呀，只要客户召唤，必须马上出现。说的太好了啊啊！辛苦了，来整一个。牛腿儿，干啥呀？你干啥呢？我喝饮料呢。从哪拿的？冰箱里啊。你修冰箱的就可以随便喝里面饮料啊？你要是修下水道的，那里面东西就随便爬了呗。兄弟，你说话怎么那么埋汰呢？不是埋汰，你喝人饮料，你不跟人打声招呼啊？我还用打招呼吗？哎妈呀，你多傻呀，大大咧咧的，真以为自个儿是张飞呢？你说你这人，我好心好意给你拿瓶饮料，然后你说我……啊，行啊，大过年的都不容易啊，这事儿啊，我替你扛了。他替我扛了？我明白了，他呀真把我当成修家电的了。兄弟啊，跟你说实话吧。我呀，其实是小乔，你在这干嘛呢？啊，我跟他说两句话。哦，你冰箱修好了吗？没有啊。没修好，聊什么天儿？赶紧修，修完好走啊。啊，修修修。小乔，来，还有一箱。姐啊，今天我在工作中出现不严谨了。怎么了？刚才渴了，没忍住，搁冰箱里拿瓶饮料，给喝了。给小乔，不是我说你啊，你还真把自己当外人了。那饮料冰箱里有的是，随便喝。桌上的花生瓜子随便嗑。大过年的，跟你瞎嗑这啥呢？快点修！小李逵，不是张飞吗？怎么又改李逵了呢？这不都有胡子吗？看着没有，关系不到别喝饮料，关系够铁才能叫姐，明白不？哎。听这意思，他俩关系挺铁呀。不是一般特殊啊。哎，那我倒要问问了，怎么个特殊法啊？你想知道啊？啊，我跟你说啊。哎，你说。我跟你说得着吗？这人你说他是咋回事呢？你不说吗？我憋不住。是这样啊，我负责这片小区。嗯，我姐啊是个爱心志愿者，经常寄件捐东西。熟了以后啊，我每次一来，我姐就给我倒杯水，给我拿条手巾让我擦擦汗。哼，没听出哪特殊了呀。嗯，这还不特殊啊？这说明啥知道吧？啊，这说明啊，我姐心里有我。哼，她心里有你？不光有我，还有很多人呢。啊，她心里老能装着别人，要不然呢能献那么多爱心吗？啊，那倒是。可惜了，这么好的女人呢，家里也没有个男的照顾着，可惜了。不是兄弟，嗯，你根据啥说这家里没有男人的呀？哥，我经常来就没见过男的。我这么跟你说吧，你呀，是我在这家里见到过的第一个男人。那就对了。妈呀，不严谨了啊。哥，你是第二个。第二个？对。那头一个是谁呀？想知道啊？我跟你说啊，我跟你说得着吗？我还是咋回事呢？我就知道你得回来。我憋不住，憋不住。哎，快说。那天呢，我过来收件，我姐一开门呢，我一眼就发现有个男的赤裸裸的就躺在沙发上，赤裸裸的。妈呀，又不严谨了，还搭了条浴巾，那个有什么用啊？那个不是，
后来我一打听，我才知道，原来他呀是他家邻居。你看你不说清楚，邻居过来，邻居也不行啊，邻居啊，不是，人家的理由贼合理，家里热水器坏了，上这洗个澡。他家热水器就爆炸，他也不能上这儿洗澡了呀。是呢，后来呀，就让他妈呀给抱走了。他妈。可还给抱走的？对呀、啊，一个两岁小男孩这么高吧，横竖一边宽，体型跟你差不多。跟谁差不多啊？那小男孩你不说清楚了，你吓我一跳。吵什么玩意儿啊？那小男孩不是男的啊？是都是的，关键你形容这玩意儿形容的太不严谨了。不用你说我，就怨你在这瞎打听。不是我瞎打听啊，你那玩意儿说的太引人入胜了，是吧？他家引人入胜的事儿多了，我还件件跟你说呀。兄弟，怎么的？你看哈，刚才哈，经过跟你的攀谈，我发现你这人挺严谨的。必须的。哎，那你再严谨点，跟我说说还有没有啥更引人入胜的事儿？你想知道吗？啊，我跟你说啊。嗯、姐，他偷懒，扣子扣十倍。你说完我，你等，别去，别，这。哎，这是个什么形象啊？在这你跟别我这什么意思啊？他是不是对我姐有什么想法啊？不行，我得旁敲侧击的问问他。我说小沙僧啊，不是张飞李逵吗？怎么又改成沙僧了呢？你们哥几个长得连线。哎，你修你的，你甭管我，来你修你的，我问几个问题。来问，这冰箱修多长时间了？妈呀，这冰箱啊坏了得有半个月了。哦，这过年吃饺子，你喜欢吃肉馅的喜欢吃素馅的？素馅的，肉馅的太腻了。你觉着我姐长得咋样啊？水灵，相当水灵。看没看着，果然对我姐有所图。不行，我不能走，我必须得保护好我姐。小强，哎，来最后一箱打包算账。行，你放着啊。先过来，我不能走。为什么呀？这冰箱修不好我就不能走。啊，冰箱。哎，我说你冰箱还没修好，什么时候能修完呀？不行了，今天修不好了。你说什么玩意儿？滚！小宝玉。啊！这回不严谨了啊！张飞、李逵、小沙僧的都有胡子，贾宝玉没胡子。我知道贾宝玉没胡，我就是想给你凑个四大名著。你这不闲的吗？你我告诉你啊，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，第一条把冰箱修好，第二条姐换人啊。换人咋的呀？你知道这咋回事啊？你就是没有职业道德。我怎么还没有职业道德了呢？犟嘴是吧？犟嘴干那么大事忘了是吧？我干啥了？好，就你这个人品，我就没有必要帮你扛这么大的事了。姐啊，我告诉你个天大的秘密，刚才那瓶饮料是他喝的。怎么的？哎，怎么了？不是，小乔，他喝瓶饮料怎么了？不是姐，那不光喝饮料事，对他对你有所图，他说你长得水灵。他刚才一问完，我自己啊，你没说，那叫人收去，你也收去。姐，你可以乐，姐，你别不是姐，这人还好撒谎啊！我问他过年吃饺子，你喜欢吃肉馅喜欢吃素馅的？他跟我说他喜欢吃素馅的。你瞅他那个横竖一边宽的体型，他能不吃肉的吗？这也是个理由啊，这个姐。我告诉你，以后别啥人都往家里领，知道吗？一切不以修冰箱为目的的修冰箱的，就不是个好冰箱。这我又成冰箱了呗？我告诉你，冰箱，本人的工作原则就是，一旦进了客户门，不能拿钱就走人。只要客户一召唤，我就是客户的守护神。你别扒拉我摆造型了。我是她老公。你喝酒了是吧？是不是喝了你啊？他说你是她老公。哎呀，他是你姐夫。你听着没有，我姐都戳穿你了，说你是我姐夫，完你说你是人家老公。刚才进门时候喝饮料也没跟人打声招呼，整得你俩像两口子似的。人俩是两口子。哎呀，哎呀，小乔，这事儿怨姐啊，这不是姐，她怎么能是我姐夫呢？哎，我怎么就不能是你姐夫呢？关键我姐在我心目中是只天鹅呀。我是癞蛤蟆呗。不是，我姐是朵鲜花，插我身上了呗。我姐是个好白菜，让我给拱了呗。不是，
你老在这费劲巴力的配合我干什么玩意儿呢？不是我配合你啊，你说那玩意儿太脍炙人口了，不接我浑身难受。哎呦我今天哪，太不严谨了，我现在的感觉呀、啊，就像搁他家那洗澡的小男孩似的，赤裸裸的就开始站着。妈妈呀，快给我抱走吧！哎、小强，不行，我待不下去了，姐，站住！我告诉你，小强，你吓到人家了吗？对不起，老婆，我着急跟他说事儿。有话好好说嘛。是是是，小强啊。这事儿啊，真不能怪你，姐夫啊，还得谢谢你呢。通过这事儿啊，我发现我照顾这个家照顾的确实太少了。你姐一个人呐、啊，真是不容易。嗯，老婆，从今天开始，我要家庭、事业两手抓。这还差不多。要不小乔啊，都把我当坏人了。没有姐夫，别说了，你呀、啊，好好跟人家小乔学学，他将来当老公啊，肯定比你强。那是必须的呢，是。你要给谁当老公啊？哥，你看你，我给谁当老公，我连个对象都没有。对呀，小乔还没有女朋友呢。啊，老公跟你商量个事儿呗。嗯，你觉得小乔这人怎么样？除了说话不太严谨，其他都挺好。哎，那把妹妹介绍给他当女朋友呀。啊、哎呦，我姐，谢谢你了。姐，你妹妹长得跟你像不？哎呀，跟我像什么呀？那是你姐夫的妹妹。他们俩呀。长得是一模一样。就这么定了，妹夫。妈妈呀，快给我抱走吧。是天分，是无邪。冲击等于战斗，你比一等一点不折后。也是啊，这都几点了还不回来、哎、回来了。哎，小刘快进来。嫂子啊，郭子在家吗？买酱油去了。哦，所长让我捎个信儿，3年前、嗯、你们家郭子指认的那个罪犯啊出来了。出来了？他不是判了5年吗？对，他点名要见郭子。他咋出来的？喂，他咋出来的？越狱。哦，哦哦，嫂子，嫂子，我还有事儿，你让郭子准备一下。越狱。吓死我了！你吓死我了！我给你买的小玩意儿。我问你，买酱油买1个多钟头啊，你去哪儿了？哎呀，别提了，你不让我买酱油吗？我一出门碰见张大爷出院，他小孙女陪着他，那哪行啊？我就帮着把张大爷背到7楼，一进屋张大爷非要跟我下盘棋。我们本来就是棋友，他说在医院憋坏了，那就下吧。我第一盘把他赢了，更不让走了。说你要再赢我一盘，我就请你吃酱油炒饭。嘿，说酱油，我想起买酱油了，我赶快出来，到了6楼，碰见6楼王奶奶陪着他家小狗下楼解手。你等会，小狗解手你也管？他家小狗有个毛病，必须有人吹口哨他才解手。那王奶奶吹啊？王奶奶没牙，吹不了。
我在那儿帮着吹，我吹了半个小时啊，我上了三回厕所，小狗一滴都没有。王奶奶说他，你怎么这么犟？你怎么这么犟？这王奶奶怎么了？没牙呀。你太犟了。他一说犟，我想起买酱油了，赶快去超市。酱油呢？你等会儿。买了酱油往回走，正走着呢，嗖，从我旁边跑过去一个人，哎呦，这个快呀！谁呀？旁边有人喊：“抓小偷！”甭问，这小子是小偷。你追上？我能追上他？我拿着酱油瓶子，我急中生智，嗖，啪，砸着了！一下把刚要追上他那个人给砸倒了。你还能干点啥？起作用了，小偷一愣神儿，旁边的人上去按住，送派出所了。抓着了。鼓掌，老公太厉害了。给我点钱，我再去一趟。你去哪儿啊？啊，哪儿也别去了。锁门，锁好了。坐下。啊，什么事儿？我跟你说，咱家摊上大事儿了。什么事儿？三年前你指认那个罪犯出来了。哪个？哎呀。哦，那小子不是判了5年吗？越狱了。越狱。嘘。而且人家点名要找你。找我干嘛呀？你说找你干嘛？三年前你指认的他是找你干嘛？报仇啊。来，让他来，跟他拼，拼个你死我活。我告诉你，最后他肯定还被送回去，你信不信？你就知道拼，你能不能动动脑子啊？就像刚才你说你抓小偷，结果你把人抓小偷的给砸了。人电视上都说，对付这种人不能硬拼，只能智取。啊？智取？那你说怎么智取？我的话你听吗？听。这样，你一见到他，先给他跪下。可以。你就说。你等会儿吧。我给他跪下。这辈子我就给我爸我妈你跪下，给他跪下。我话还没说完呢。啊，你先给他跪下，你就说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不该指认你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我说这个，然后我偷偷的找机会溜出去，再找人进来把他给抓起来。这种人咱不能放了他呀。啊，你是我媳妇吗？啊，太狡猾了你！讨厌。没问题，智取。记住了。啊，演一遍。啊，现在我就那越狱犯，郭子。啊，我现在是那越狱犯。哎呀，郭子大哥。啊，大哥头发真多呀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匀给我点儿。你能不能好好说？大哥，我错了，当初我不该指认你，请你原谅我，这样行吗？特别好。哎，那行。啊，然后我上去把男人揍，是不是这样？你烦死了。明白了，智取，我知道了。记住了。啊，来了，我去开门。你好，大哥。大哥，我错了，当初我不该指认你。说大哥，我送快递的。家里太脏了，嫂子清扫一下。吸尘器坏了也不修，全靠吹呀。大哥没事吧？啊，没事，我教育他呢。谢谢啊。嫂子教育真有方啊。再见。起来！你看清楚了吗？你就跪，你丢不丢人呐？刚才有点紧张。有什么可紧张的你？这回真来了，我去开门。大哥，我当初不该指认你。我拜托你们家还有份快递，今天的快递都不许再走了。满地的头发，偏说是我的，怎么可能？打扰了，大哥，再见。起来吧。
我真演不了。这样，他要真来了，你躲到里屋去，我来。那不行，他是来找你的，又不是来找我的。再说了，我一个女人，他能把我怎么样？不是，正因为你是个女的，而且长得那么好看，万一他进来以后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摔杯为好，我一摔着茶杯，你就出来。一摔茶杯我就出来，一摔茶杯我就出来，就这么定了。有人吗？你别忘了摔茶杯，你快进去，声音大点，快进去。我去开门，跑得真快。请问这是郭子家吗？啊，是。终于找到你了，蛋！请问你是？我是他邻居。你好，邻居，我是。是他邻居，以前是他媳妇儿，现在是他邻居。哦，怎么回事啊？他走了。他什么时候回来啊？他不回来了。哦，他没了。没了。哦，对，没了。紧赶慢赶，我还是来晚了一步呢。大哥，三年了，我天天默念着一定找到你，一定找到你。今天我找到你了，你怎么去了另外一个世界了呢？三年前，要不是你站出来指认我，我不知道还会犯下什么大错呀，大哥。谢谢你，嫂子，我谢谢你。哎，你等会儿，你先别谢我，你刚才说的话是真的。嗯，我这几年在里面吧，我好好的改造，提前两年放出来了。我出来第一件事就想找到我大哥，当面说声谢谢。好不容易找到了，挂墙上了。那个兄弟，嫂子，我哥的墓地在哪儿？你带我到坟头上好好去哭一场行不行，嫂子？兄弟，嫂子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先别着急。你告诉我哥的墓地在哪？我自己去行吗，嫂子？啊，你喝口水。我不喝水，你告诉我墓地在哪？嫂子，你呆！啊！我这么大威力吗？错了，错了。啊，宋快递的。不是，他那个。你等会儿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刚不进屋了吗？啊！他一进来，他就问我是谁，我哪能告诉他我是谁呀？对。然后我就，大哥，你没死啊？说谁？说你。我死？我告诉你，这个世界上只有你们坏人死，我们好人永远不死，气死你，气死你！啊，大哥，我真是来感谢你的。哎呀，你先听他说，你快说呀。我说。说。大哥，请允许我说一件真事儿。有一个犯人，他被判了死刑，临刑前他对众人说：“我第一次抢劫，抢了40块钱，当时我拿了一把纸糊的菜刀。”就是这把纸糊的菜刀把所有人都吓跑了，从此我是越抢胆越大，越抢劫越多呀。当初哪怕有一个人站出来制止我，我也不至于今天用真刀杀人呐。大哥，你就是夺下我菜刀的人。提前放出来了。哦，大哥，别给我演戏！以为我看不出来，叫人上派出所。没有，大哥。哎呀，人家演什么戏呀？你这真的？真的？你怎么不早说？哎呀，来来来来来，
就是，大哥，不是越狱啊？不是，提前释放。来来来，坐下坐下坐下。哎呀，好啊，你这叫浪子回头金不换。好啊，让你这是提前就回家过年。不是，大哥，我从小就没有家。明白了，兄弟，这儿就是你的家。媳妇儿，下饺子，让我兄弟在咱家好好过个年。谢谢大哥。留下过年。哎呀，大哥，啊，你刚才那是唱的哪一出啊？哎呀，媳妇儿，回来回来。怎么？你呀，刚才把你嫂子吓坏了。不好意思。我们俩琢磨怎么智取你呢。哎呦，来，给他来个造型。讨厌。来一个。看。啊！吓不死你。我去开门。这是贵啊。哎，你早干嘛去了？哎，于所长，快进来。来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派出所于所长。啊，都见过了，都见面了吧？见了，没闹误会？误会闹大了啊！都解决了。哎，你这头怎么了？来来来，坐下说，坐下说。别提了啊！刚才抓小偷，眼看就追上了，没想到他还有个同伙，啪，一酱油瓶子就把我给砸倒了。真的，这小偷我们跟踪了很长时间了，没发现他有同伙啊，太狡猾了。你们这没事就行。哎，一定要抓到他，他跑不了，我没有监控。我回去好好查查，我一定找到你。走了。哎，这小偷胆也太大了。是啊，比你胆还大。光天化日之下打警察，这不找死吗？就是啊，你说，哎呦，你搜怕什么？我搜怕，是我搜怕。当时啊，我于所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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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过年好。其实过年啊，就俩字儿。回家，我可惨了，我是有家不敢回。我谈了个男朋友，我爸肯定不同意。您说今天过年，我把他带回家，一会儿我爸把我轰出来，还有人要我吗？有。那位大哥啊，仗义大哥，一会儿我爸把我轰出来，我和我男朋友上你家住去。喂，亲爱的。你赶紧过来吧啊，咱找着下家了。嗯啊，哟，我们家安防盗门了。爸，哎呦，嚯，这门槛够高的。爸，爸比，爹爹，啊爸 ，father， 老头，给我出来！哎，你早这么说，我不就抓了。哎吓死你们了！哎呀，爸，您干嘛呢？我这不浇花呢吗？啊，爸，啊，一会儿咱家来个人，还来个人？什么人？我男朋友。啊？你交男朋友了？怎么了？我不同意。为什么呀？你才多大呀？你才25就谈恋爱呀？那您25干嘛呢？我照顾你呀。我不管，反正你不能大街上随便找一个。你们脾气秉性追求和吗？和，他巨蟹，我双鱼。你们海鲜市场认识的？我不管，反正他一会儿就过来。敢！哎，我昨儿挂着这小棉袄呢。干嘛呀？我搁里屋了。明天啊，那老相好到咱家来。啊！您交女朋友了？我不同意。您才多大呀？您才51就谈恋爱？您的脾气秉性追求合吗？合。我属鸡，他属猪，我们活禽市场认识的。什么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？这老相好是个收藏公司，要收藏在家里的小棉袄。
你给我拿出来。你自己拿去。这跟你说的。嗯。好，我自己去。反正连我兜里啊还3000块钱呢，我花的痛快。站住！还是我去吧。不要让那桶臭味儿玷污了您高尚的人格。这闺女真傻，那棉袄就没兜。哎呦，我说老板呐，这棉袄啊我肯定给你收回来，说主板这么一打呀，我坚决不后退，我今天拿走小棉袄是价格绝不贵，哎，我要不把他拿下，您就把我退，哎，您就把我，他挂了。你说这嘛破老板呢，没说完话的呀，没挂呀。不是老板呀，不是没说你呀，我是说呀，您永远把我催，我先挂了吧。就是这家他来了。站住，你干嘛去？我开门啊。开门也得我去啊。回去。不回。退下。诺。大过年的跑我们家抢闺女来，你以为你黄世仁呐？你看我怎么斗地主。哎呦拜拜，我都你哎呀这个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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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是好大一坨子小鲜肉哦。哎呀，没把脂肪摔出来吧？没有啊。哦，那就没有我什么责任了。拜拜。哎，我今儿个来呀，啊，就是想娶您家那个。休想。嗯，大过年的这么就见面了，俩哥们拎俩空爪子就看我来了，你有诚意吗？有啊。没诚意大过年我上你们家干嘛呀？我吃饱了撑的。拜拜，咱痛快点，能娶娶，不能娶拉倒，我后边还好几样等着我呢。你还许了别人家了，多新鲜呀，货比三家呀，我不能一棵树上吊死呀。你都说吧，今儿个把他娶走你要多少钱？你打算给多少钱呢？哎呦，我能少给你吗？为了代表我们对老年人的关爱，我给您30够意思吧。你脑子没进水吧？没有。让你进吧。拜拜呀，你刺我干嘛呀？哎呦我的，拜拜呀，给您30就不少了，换了别人最多给您20啊，因为您家那个他不是新的，他是二手货。他用过了，出去！哎呀，别刺了！怎么还刺呀？滚！哎呦，我的妈呀！哎呀，哎呀，进门我还干鲜的，出了门成水货了呀！我哎呀，喂，啊，老乡好啊！哎，是我，不是明儿来吗？什么？现在就来？啊，好好好！哎，我在家等着啊。哎呦嘿！还真来了啊，叔叔。哎，我这哎，你这您应该先接我，你有医保？他没有啊。没事吧小伙子？叔叔，这是我送给您的火锅。送给我的，里边有炭。哎呦，这小伙子想的太周到了，谢谢啊。哎，你坐呀。哦，坐。您也坐。哎，好。
什么坐在这里？这个地方接地气啦。叔叔，小伙子，在我们这儿，你叫我叔叔，我这那儿叫我呢。你要叫我叔叔，那是我们对耗子的尊称。我是南方人。南方什么地儿？您猜。哦，那哪猜得着 ？H 大头。H 大头。湖北，错。湖南，错。海南，错。那是什么地方啊？福建。那你们的省会是不是湖州？非常正确。哎呦，人家汉语拼音学的太声东击西了。叔叔，我今天来您都知道了吧？可我听说了。我是想娶您家那个。娶吧，现在就娶走。现在就娶走？是啊，你打算举办个仪式啊？我跟你说，大过年的没工夫跟你瞎扯，要娶娶，不想娶拉倒，后边好几家等着我呢。您还答应了别人？是啊，货比三家呀，我不能一根树上吊死啊。你别犹豫，你一犹豫把它捐了行不行？我捐给今天的大学生们。我给他们送温暖。别捐，别捐，我曾经就是大学生。坏了，早知我说捐给研究生多好。甭管你是谁，你打算给我多少钱呢？啊，你装什么傻？你给我多少钱？不懂啊？您打算要多少钱？你看你这双财迷的眼睛，我跟你说啊，给少了肯定不干，充分的思想准备，说出来惊着你。30敢给吗？30？惊着了不是？我知道，这火锅得抵点。20。20？你别吓唬我好不好？那碳还要钱啊？行了行了行了，18你取走。18就取走？骗你是小狗。叔叔，你真是我重生父母啊！再走五百米，滚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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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给我洗脸来了，跑这儿。爸，我爱你。这儿。住口！干嘛呢？你跑这拔火罐来了，跑这儿？什么拔火罐？干嘛呢？这是？您不都同意了吗？我同意什么了？他娶我呀！您说了，18就娶走。骗我！您是狗。爸，嘿嘿，这是20，那两块别找了。同意了，那我就跟他走了，啊！哦，这就走了，哎，走吧，走了你就别回来，爸，别叫爸。20多年啊，把你拉扯大，既当爹又当妈，捧着怕碎了，含着怕化了，天天抱在怀里，抱十多年没用。人抱一回就跟着走了。爸，您要是想我，可以来找我呀。我连他是干嘛的都不知道，我上哪儿找你啊？我是去福州还是去湖州啊？爸爸去哪儿啊？爸，叔叔。叔叔，您能让我说句话吗？我有知道，他是您世界上唯一的亲人。我把他娶走，您就变成了空巢老人。我还知道，我把他娶走，就没人陪您说话了。我更知道，我把他娶走，连您唯一的幸福都被我剥夺。但叔叔，请您相信我，你给我一份信任，我会还你一生幸福。哦，
为了以后跟你一起好好生活，我们按揭买了一套房子，就在您家楼下。您要是想我们，您就跺跺脚，我们马上回奔上来。还是我回奔下去吧。千万别跺脚，刚铺的地板非常贵呀、啊。孩子，这世界上啊，所有的父亲都是跟女儿最亲。这些年甭管谁，只要一提聘姑娘，我从心里就别扭，舍不得呀。其实刚才我这么闹，我就是想能再拖会儿，能拖一天是一天，现在看来拖不过去了。我看出来了，你是个厚道人，做事呢还挺周全。重要的是你懂得孝敬，能找一个孝敬的女婿是我多年的梦想。小伙子，今天叔叔就做主，把他最亲最爱的女儿就托付给你了。这种嘛事儿啊，说主板这么一打呀，老板二次让我来，说不把棉袄拿回去他跟我姑的掰呀。哎呀，拜拜呀，小心。哎呀，你把这门槛拆了行吗？你让我把门都换了。哎呀，拜拜。你怎么又回来了？我们老板让我把棉袄拿走啊。他干嘛非要这件小棉袄呢？因为他有兵团的情节呀。啊，他办了个博物馆、就想收藏当年的感觉呀。你们老板下乡也去过兵团？对呀。哎，你早说，赶紧忙来。哎呀，战友。对。哎呀，你这、哎、拿走啊，送给你了，不要钱。白给呀、啊！是啊，哎呀，这不占你便宜吗？拜拜，咱家还有棉裤吗？棉裤有，但金山银山都不换。您那嘛絮的那么贵呢？嘛絮的、女婿，啊，嗨，明白了。家人到齐，过年了，你别走了啊！咱们一起吃火锅。好，我去拌娘菜，我去买豆腐，我去和调尿，我去切羊肉。今天我们全家就跟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团团圆圆刷羊肉。是是是，小强，你在这干嘛呢？啊，我跟他说两句话。你冰箱修好了吗？没有啊。没修好，聊什么天儿？赶紧修，修完好走啊。啊，修修修。小乔，来，还有一箱。姐啊，今天我在工作中出现不严谨了。怎么了？刚才渴了，没忍住，搁冰箱里拿瓶饮料，给喝了给。给小乔，不是我说你啊，你还真把自己当外人了。那饮料冰箱里有的是，随便喝。桌上的花生瓜子随便嗑。大过年的，跟你瞎客气啥呢？快点修！兄弟，嫂子，我耕的墓地在哪儿？你带我到坟头上好好去哭一场行不行，嫂子？兄弟，嫂子，我求求你了。你先别着急。你告诉我耕的墓地在哪儿？我自己去行吗，嫂子？哎、啊，我喝口水。我不喝水，你告诉我墓地在哪儿？嫂子，你干！咱们一起吃火锅。好，我去拌娘菜，我去买豆腐，我去和调尿，我去切羊肉。今天我们全家就跟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团团圆圆刷羊肉。